你一直压着自己的，有吗？不用让着我，我又不是输不起。Hi, Peter. Hey, ooh. Ah, new friend. Hi. This is Lin's friend. He asked me to bring her here, so please take good care of her. Lin's friend? Well, then she's everyone's friend here. Hey, guys, this is Lin's friend. Hi, welcome. He also said she can use his table. Of course. Back to work. Follow me. 走吧。This table is reserved for Lin only. Normally, no one else is allowed to play here. Just make yourselves comfortable. I will lead you to it. Thank you. 林阳过去在这儿打工，教人台球，所以和老板关系比较好。在这儿，他的名字可比我的好用多了。感觉他在哪儿都待过的样子。打工狂人嘛，他在这儿呢，跟过华人巴士，教过人打台球，还干各种零工。反正呀，只要是不违法，都干过。最不容易的是，不管每天多辛苦，他的台球从来没有断过。我这辈子呀，最佩服的就是林一阳，我就服他，敢把自己往死里弄。你说他每天都练球啊？嗯，差不多吧。从小到大，除了生病发烧，没一天断过。这个是职业选手的训练强度，他又不参赛。他的事儿以后你让他自己跟你说吧。你先练着，我回去换身衣服就打工去了。不用我接你吧？哦，不用，我刚记录了。行，走了。哎，谢谢啊。谢谢你。Bye. Your name is. 英国。丁。Yeah. Okay. Okay. If you need anything or if anyone gives you any trouble, just let me know. All right. Yeah, okay, thank you. Lin's friend is our friend. Okay. 好像一下子走入了他的世界，每个人都和他有点交集。哥啊，出门啊？对，打工去。哥，你最近是不是很缺钱呀？那要不这样吧，你的房租我给你付了，回国前的房租我都包了，行吧？我就是找点事儿做，不然一直闲着也挺无聊的，是吧？不过谢谢你啊，对哥哥这么掏心掏肺的。哎，没事儿，都朋友嘛。行，那我先走了。行。哎，晚上想不想看歌剧啊？我那有几张票。歌剧，可是我还约了朋友，咱们看完一块玩吧。那行，那我晚上给你发消息，你到歌剧院门口等我就行。行，票在我朋友那。好嘞，啊，走了，拜拜哥。好球！你不是在上课吗？下了课过来的，听说你在训练，顺路来看一眼。很意外吗？无畏说你一两个月才回来一次，所以才发微信感谢你的。这段时间比较闲。怎么样，这里的环境还适应吗？嗯，挺好的。他们说这是你平时用的，谢谢。要不要回去了？你应该也练了挺久了吧？我今天都是一个人在练，你要是有空的话，陪我开一局。不怕被我打哭吗？我水平还挺好的，起码是准职业选手，打不赢也不会哭吧。很多人小时候都被我打哭过，我也就是其中一员。那是不是他太弱了？
他其实水平还行，只不过比我厉害而已。让不让球？对一个职业选手让球不太好。是不是强人所难了？看上去不太愿意。要不还是去吃饭吧，我忘了你刚下火车。哦，没事，我不饿。五局三胜，你要是有精力的话，九局五胜也可以。你开球。想打快球吗？还是说想稳着来？都行吧。你们女子组今年有一个夺冠热门，就是专门打快球的，我陪你。不早了，回去吧。嗯，刚好我也饿了。嗨，see ya。Bye, see you tomorrow. Bye. Bye.